师、一些学妹，你们也看到了，我跟我妈忙了这么一通是做什么呢？今天小妮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就是我们要张贴新的藏王爷。现在我跟我妈准备准备，这就去贴上去。晚上要放在鞭炮，先拿出来晾晾。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在小年儿的这一天来张贴藏王爷吗？是因为啊，听说迷信的说法是那个藏王爷在23小年儿的这一天要到天庭玉皇大帝面前去说一些汇报我们这边的情况，因为藏王爷是我们这个家里的一家之主，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一天去张贴新的藏王爷，而且还要用糖果，实际上真正的是用糖瓜去供养。为什么要用糖瓜呢？糖瓜很黏啊，那个糖，所以说给藏王爷吃了之后，藏王爷就嘴巴被黏住了，所以说就不会说坏话，是这个意思。我妈现在在叠的叫钱粮，在我们这边逢年过节还是有这种烧纸的习俗。你说啥呢？做年夜饭喽！今天晚上你们吃什么年夜饭呢？